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复习千岛娃娃。那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书，那老师要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复习呀？因为我们要考试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得要复习。那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书了，打开。我的一家的课文哦。好，打开了吗？如果打开了，我们一起读。我的一家，这是我的一家人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哥哥，有姐姐，还有爷爷和奶奶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哦。我的一家，这是我的一家人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哥哥，有姐姐，还有爷爷和奶奶。好，很棒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打开我家的电器的课文哦。好，打开了吗？如果打开了，我们一起读哦。我家的电器，我的家真好。客厅里有电话，卧室里有空调。我喜欢和家人一起看电视。啊，很棒哦。那我们再读一次哦。我家的电器，我的家真好。客厅里有电话，卧室里有空调。我喜欢和家人一起看电视。很棒哦。那我们打开饮料好喝的课文，打开了吗？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饮料好喝，爷爷喜欢喝茶，爸爸喜欢喝咖啡，我喜欢喝果汁。来，我们再读一遍哦。饮料好喝，爷爷喜欢喝茶，爸爸喜欢喝咖啡，我喜欢喝果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打开会飞的动物的课文，打开了吗？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会飞的动物，蝴蝶真美丽，蜜蜂采花蜜，蜻蜓捉蚊子，苍蝇真讨厌。来，我们再读一次哦。会飞的动物，蝴蝶真美丽，蜜蜂采花蜜，蜻蜓捉蚊子，苍蝇真讨厌。那我们读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，要多复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